现在要帮蟑螂屋补水。OK， 你有滴水了吗？等一下，滴了。你再滴一次，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有没有滴到。等一下，你往我这边，我这样看不到，看不到你，你有滴。好，这样子。弟弟，你帮姐姐压着，姐姐现在要帮蟑螂屋滴水，滴大滴一点没关系，因为他们那么多只，他们需要喝水。有吗？有水了哈，我看一下，这样水会不会不够喝啊？再补充一些啊，太少了，这样蟑螂的水都不够喝。滴。我有贝壳可以让他们吃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是滴在外面还是在里面？里面。好，应该这样应该可以哦。没有，他们好一点点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滴一点点。对，我们滴一点点，然后明天的话，如果看到里面干干的，我们再补充一些水让蟑螂喝，好不好？这是外面的，好，可以，很棒哦。这个是里面的，就是里面的，不要以为是外面的。对，他们待会就会过去喝水了，记录一下这些蟑螂。爸爸这个、你们的蟑螂屋。在哪里？这个好，给我好了，我先把它收起来，到时候你们要喂，我就给你们喂水喝。我刚才看见跳猪叫了。很棒，很棒。可以来那个。啊？在上面喝水，一排一排的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排蜘蛛了。对，这个是喂水器，喂水器。